龙相逢，还来？我要不要？你听歌就行，你听歌就行。我也在，嗯，我看到了，你们都是一直都在的。所以我每次都是那种期待着直播，期待着开播的这种心态。我说人生如手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朦胧，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什么礼物啊？有特效礼物了吗？来，我看到我们的1200了。为什么解锁不了？我有大炮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解锁出来大炮。最漂亮、最可爱、最好听的小姐姐，你好呀！好听，谢心动，一切都值得。我可能今天我就播到。